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演出跟大家在毛相聚。然后今天我第一首歌上台，看大家的表情都是基本都是这样的，我希望拿出你们的热情，我们一起燥起来好吗？来，再来一次，燥起来好吗？接下来第三首歌
恒星。Thank you.
是，其实我们是很早就组队了，我他妈都忘了什么时候组的队。然后呢，行吧。然后那个也是很久没有那个没有演出，然后今天正好是2017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来忙，然后准备这场演出，然后就是。我他妈说话其实就是为了大家休息一下，是吧？观众们也攒一下体力，然后我们下一首歌。
休息一下。刚才你们玩的都不嗨，我们在台上可开心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这首歌《面具》，那个。面具。Oh yeah.
哎，刚才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咱们后边还有气球是吗？传出来好吗？接下来咱们一起造起来。我们这首歌图拉更跳起来好吗？小心点上的灯，大家小心上边的灯，小心上边的灯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乐队的前任贝斯手赵正。今天
是我们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《小丑》，然后也祝大家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记住我们，我们是雪人先生。Oh,
新年快乐。这次是我出现最快的一次，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要有请雪儿先生的七位朋友留在舞台上，对，要跟我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世界任务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另外一位合作方，就是我们摇滚集中营无名，有请。好，有请，谢谢。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摇滚魔法学院呢，也是多方的共同努力，才有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摇滚趴。所以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有请出我们下一位非常重要的合作方，是贤德项目负责人瑞君宁，有请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晚上我们的特等奖呢，就是他们提供的，所以朋友们，其实待会儿看一下谁能获得50,000的积分，也是要看一下谁能留在最后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让我们有请出提供本次直播支持的负责人黎芬，有请。好，默默，好，谢谢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哇，我发现我已经没地方站了，我站这儿，我最小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是这样的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的世界任务马上就要开启了。今天晚上也是这么多朋友。